路德圣母九日敬礼，为准备路德圣母瞻礼，并为病人获得痊愈祈祷。哦，无玷童贞圣母玛利亚，你是罪人之托，病者之泉，忧苦之慰。你在路德山洞显现，使这里变为灵性福地，使世界各地人民在这里求得你的恩佑。多年来，无数的病患者在这里获得灵魂、精神和肉体上的痊愈。为此，我以无限的信心恳求你慈母的助佑。慈爱的母亲，请允许我的祈求，使我能在世上效法你的德行，将来在天上能分享你的光荣。童贞圣母玛利亚，我恳求你在今日和以后的日子里面，做我们世上特别的朋友。我恳求你做我的特别保护者。我将我的思、言、行为都交托在你手里面，请带领我、保护我，使我在一切事情上忠悦耶稣。阿们。第三天，他惊惶不安，他却因这话惊惶不安，便思虑这样的请安有什么意思。圣母玛利亚，很多时候我都好像伯尔纳德一样惊惶不安，因为我看到你的仔女互不关心。请助我们成为爱的模范，好像你一样去关心别人。童贞圣母玛利亚，你显现给伯尔纳德，为叫世人做保赎，请为我祈祷，使我能在所有事情上忠悦天主。
童贞圣母玛利亚，我投靠你，请为我祈祷，并为我向耶稣转求，阿们。